编剧卡进了剧本中。我写了一个故事，男主角就是香蕉，这女配角就是这个橙子。无奈开启剧本人生，我陈小千卡在自己剧本里只有两个任务：第一，活下来；第二，撮合韩硕跟楚楚。剧情剧情临时动，少成果。传闻中的陈芊芊，12月14日起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9点，八度空间反转不断，全马首播。